坏事做尽，好事管不了。现在赖清德的政治处境就是这样。所以经过全代会洗礼之后，你赖清德再搞恐怖统治的话，可以说下面的派系搞不好到了2026就要对赖清德造反。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留校查看。7月21号民进党的全代会之后，有三个人现在已经留校查看。第一个的名字叫做卓荣泰。卓荣泰在7月21号他到各个派系去拜会的时候，事实上他还是认为新潮流当选一席政治活水就是卓荣泰他自己组的这个组织，是赖清德的侧翼，也拿到了一席。所以呢，卓荣泰在那一天没有提出特别的事情。那第二个，各位看看是谁？潘孟安，就是大会的监军。这个大会的监军潘孟安，潘孟安是帮赖清德进行各个派系担任监军任务，就是所有民进党票源配票也好，组合票也好，不管什么票也好，反正他的任务是让新潮流成为第一大派系，而且担任中常委的人数至少要超过30以上。所以呢，潘孟安也非常的乐观。第三个掌握配票的就是秘书长林佑昌。林佑昌呢，他当然他为了这一次全代会他耗费了不少的心力，他也跟各个派系都已经换过一轮了，他跟各个派系都是换过一轮交换意见，就是说这个派系几张票他能够掌握的，那个派系几张票可以跟我进行换票的或者配票的等等，那些这个是琐事。我们可以说全代会潘孟安、卓荣泰、林佑昌当然希望赖清德定于一尊，结果呢，这一次砍的赖清德灰头土脸，绝对不是吕林小凤的一票而已，而是配票的系统、换票的系统跟投票的系统三大系统通通出了问题。他为什么会出那么多的问题呢？这个是事先没有想到的吗？的确他们事先是没有想到，所以票投出来以后，现在卓荣泰、潘孟安跟林佑昌都留校查看。这里面大家最近几天都在谈民进党内部权力的结构的问题啊，大家都忽略了卓荣泰、林佑昌他们两个都做过，一个做过代理党主席，一个是负责赖清德跟蔡英文之间的竞争，这两位都担任党主席。那其次潘孟安是什么样的角色？潘孟安现在是新潮流南流的霸主，已经取代了陈菊的地位，是赖清德的左右手。这三个人帮他在全代会当中穿梭，要搞定全代会，结果呢，这三个人相继出了状况。现在可以说永援会也好，郑国会也好，主张跟赖清德合作的没有一个是有好下场，其次不但掉，况且中执委的人数都下降。那反观现在不跟赖清德合作的，陈廷飞也好，英系也好，苏系也好，票源非常稳固。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当中必然是有人运作，否则的话不可能意外连连嘛。这个当中如果没有人在幕后运作，你打死我我都不相信。只是这个运作的人必须要对党务，必须要对派系，必须要对配票换票作业非常熟悉，况且不能上台面，各位就知道了吧。你要反对赖清德不能公开反，公开反的话赖清德的侧翼系统是不会放过你的，但是你私底下默默的做，在那边合纵连横，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赖清德快要变成潘孟安
林佑昌卓龙派的吉祥物了。但默默做的人就要把这个吉祥物把它打碎，各位就看得出来，这个默默做的人，第一个熟悉党务，第二个曾经掌握党权，那你第三个了解各个派系的动向，你第四个知道换票配票系统怎么运作。我不相信陈廷飞那有这个能力，我也不相信王世坚有这个能力，我也不相信苏志芬那有这个能力，我也不相信苏贞昌那有这个能力。那这个人是谁？大家去猜，反正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一个人哈，真想犯罪，第一个要让别人抓不住把柄，就要有一个不在场的证明，这个叫做不在场的证明，某人就有不在场的证明啊。因为你不能说我在那边活动啊，我没活动啊，那你怎么整他？整不下去嘛，没有目标嘛。那第二个，话说回头，林佑昌也好，卓荣泰也好，潘孟安也好，他们难道对党务一窍不通吗？是误闯丛林的小白兔吗？不是嘛。一个做过代理党主席，一个做过党主席，一个是负责党政协商的。你说这三个人难道不知道那天的票投了出来会有这种状况吗？你既然你有这种状况，应该是马上处理嘛，怎么可能是选后处理？所以现在在追讨战犯，追讨战犯让赖清德动弹不得的原因，就是有人制造不在场的证明。你没有办法说是你在背后搞我，对不对？当然不可能嘛，因为我有不在场证明嘛，对不对？好，那你好比说，那你在犯案的当天，我前天到了美国，那我后天到了英国，那我大后天到了法国，从法国回来一个礼拜以后，哎，那你说是你犯案，那个时候我都在人在国外啊，你不能说我犯案啊，因为呢我不在现场嘛，对不对？这个人是谁？大家去猜。那第二个，现在讲到留校查看的问题，赖清德这次被弄得灰头土脸，这三个人截至目前为止，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啊？第一个，卓荣泰从520就任到了今天，他有干成一件事吗？就是说他只有什么，只有四线案他干成了一件事，其他什么事都没做。第二个，潘孟安位居府的秘书长进行所谓的党政协商，那请问党政协商到了最后把赖清德打得灰头土脸，他干成一件事了吗？有，干成一件事，就是告王宏威的案子成立了啊，这是第二个啊。那第三个，我们再来看看林佑昌。林佑昌有没有干成一件事在全代会？他好像是受了无辜的小白兔一样的。哎呀，他说这些配票换票就是证明我们民主进步党是非常民主的，不是一声令下号令严明，鬼扯什么东西？你鬼扯什么东西？盛国会都已经被你弄得快要溃不成军了，永元会都要灭系了。各位看看，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做成了哪一件事？这三个重要的人物从520接任到了今天，没有做成一件事。你赖清德就用这些保货，所以证明了赖清德的用人是有问题的。从用人呢有问题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赖清德表面上要进行恐怖独裁，但是实质上是纸老虎，因为他用的人没有一个人干成一件事。这个坏事做尽，好事管不了。现在赖清德的政治处境就是这样，所以经过全代会洗礼之后，你赖清德再搞恐怖统治的话，可以说下面的派系搞不好到了2026就要对赖清德造反。